Hello， 一会儿我的朋友非要给我拍一组照片，我现在呢就来紧急化一个妆，是我们大家一起凑的化妆品，就是这些，也没有美妆蛋，像擦防晒一样。真的挺明的，就是说四个颜色。挑兵挑将，挑到谁就算谁。哎，行吧，打个底。什么都不用，黑上水，全靠黑上水。最好的食材往往使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，主要是靠这个技术。然后呢，再来一点叠加，换一个深邃又亮丽的。再来搞一点这种闪一点的。这是眼线吗？你想要什么样的？你要画吗？就画一个那种巨黑的。巨黑的。对对，像拉伸一点，巨黑的也是可以的。怎么样？擦一下吧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觉得眉毛怎么样？还行吧，颜色是不是差的有点大？搞点灵不灵的吧，这是高光，这还得用手。突突就饱了，本来该是高光的亮，我现在就阴影这样，高光这样，阴影这样高。睫毛夹哦，还有睫毛夹，睫毛膏，你想不想要一点下眼线？怎么样的下眼线？咋没有粉扑？不能用手了，这咋弄啊？用卫生纸蘸一下。我觉得我是化妆的小天才，看出来就是化妆了，挺匀的。现在我们就拍照片了，要要要。突然一场雨敲动我思绪，潮湿的空气让思念。小红书。